点击球形图腾，选择您想加入的种族吧。点击球形图腾，选择您想加入的。点击球形图腾，选择您想加。球形图腾，选择您想加入的种。点击球形图腾，选择您想加入的种族吧。点击球形图腾，选择您想加入的种族吧。选择您喜欢的容貌，点击下一步来定制细节吧。
怨灵就在前面，安住并移动摇杆上前探查，动作快点，线索显示这里有很强的怨灵活动迹象。怨灵的计划，点击普攻按钮，攻击他们也很强，用技能对付他们吧，让他们尝尝这招的厉害，让他们尝尝这招的厉害。逃走，快使用摇杆追上去。敌人逃走了，点击此处切换任务标签，看看现在该怎么办。